喜欢吃手擀面但不会和面和擀面条的小伙伴看过来了。今天我们用的是普通面粉，高筋面粉更好。500克普通面粉用凉水和面，水要多次少量添加。搅拌成大絮状的时候和成面团，和成面团后用手这样揣面一分钟左右。因为面粉的含水量不同，需要的水也不一样，大概需要的水是260毫升左右，热硬度像视频这样就可以。然后盖上醒面10分钟左右。手擀面和面讲究的是三揉三醒，第一次醒面时面团并不光滑，醒面10分钟后再次揉面2分钟左右，这时面团已经很光滑了。第二次醒面10分钟后再次揉面2分钟左右，再醒10分钟。这就是手擀面和面的三揉三醒。和面时做好三揉三醒，擀出来的面条才会更筋道更光滑。第三次醒好的面团不用揉，直接放在面底上，用手稍微按压几下开始擀面条。擀面条时撒上一层面糊，用擀杖卷住向前推向后拉，反复推拉几次后展开撒上面布，面皮儿换个角度卷上再次推拉，反复展开换方向几次，感觉面皮儿的直径是擀面杖的1/3长度时就不用换方向了。擀的时候手不要放在一个地方，而且用力要均匀，感觉面要粘在一块的时候展开撒面布，擀成2毫米左右的厚度，擀好后再撒上一层面布，像视频这样重叠起来，切成你喜欢的宽度就可以。面条的宽度和厚度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调整。这就是手擀面和面的整个过程，有不清楚的地方欢迎小伙伴留言。